车冲进饮料店柜台，发出剧烈声响，玻璃全碎，门牌剧烈摇晃，柜台也被撞坏。店内客人看到机车撞进来，都吓一大跳，吓到这样，然后想说冒很多烟，然后我们想说赶快出去看一下状况这样子。撞击瞬间怎么只看到无人机车？原来在台北信义区，一名骑士在路口停等红灯，机车油门卡住，下车熄火，重新发动时突然爆冲，骑士跌倒滚了一圈后才赶紧站起来拼命追机车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云林也有一起车祸，白色小货车正要过马路时，一台黑色轿车闯红灯，突然从左边冲出，整台车高速冲向电线杆，还一度飞起来，喷转90度，电线杆摇摇欲坠。嘣一下，我都刚才听到嘣一下，我嘛唔知咯。黑色轿车车体冒出浓浓黑烟，车头全毁，严重变形，满地残骸，驾驶不幸身亡。而白色小货车左边车壳毁损，突如其来的这一撞酿成死亡车祸，货车驾驶惊魂未定。记者卢俊杰、黄珊，台北云林采访报道。